切起来很奇怪，那个仪表板啊，有一个类似像银色的东西，可是摸起来都会黏黏的。而且它这个你看，随便一抠就刮痕。你看可以黏住啊，你看这个黏不黏吗？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包起来，这个贴起来包起来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比，好久没有目的目告了。这是什么？火箭筒。这是我们同志的车，切起来很奇怪，那个仪表板啊，有一个类似像银色的东西，可是摸起来都会黏黏的。处理的方式有两种，第一种是把拔下来喷漆喷一喷就好了，可能会比较贵一点。我们选择第二种，就把它拔下来，贴膜贴一贴就好了。它那个算是什么？环保材质，也是环保材质。对，这蒙了两条呀。有哎、欸，而且它这个你看，随便一抠就刮痕。你看可以黏住啊，你看这个黏不黏吗？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包起来，这个贴起来包起来。哦，法师的啦，哎、欸，法师纹嘛，应该没错吧？银色法师纹，蛮有质感的。好，不管了，先拆。起得来吗？嘿嘿嘿，打手的地方一定有螺丝啊！我们先拆啦，我也不晓得我这样是对不对，搞不好直接可以起来。啊，因为没拆过，不敢随便乱拆，然后断了。只有一根螺丝哦、喔，两颗啊，三颗。哦。哦，起来了。研究一下哦、喔。那这个是？你那是两层的、啊，有没有？哇，上下两层。是、欸，这个是，这个是，对，拆看看，对，这个也是，这样就会动啊，有没有？起来了，是哎、欸，那这个应该好，对，这个应该是，起来喽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哦，很多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对吧？这一条锁了六颗，对啊，你看哦，坑而已，对吧？连起来，哇！一两两嘛，那我等一下就是一样画葫芦，把旁边那个插下来，中间那一个也要拔。哦，一二三四五，你看，这刚刚我讲的，不知道就不要乱拔，不然拔了断了湿了。这台比较老，这台好像2017年的，是好像第一代的。我记得印象中它是首批就买了，我们之前有卖比较后面的，那2122的，它也会一样，还是会黏黏的。在新的一代我就不知道了吧，反正我就先去拆下来，面板起来了。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你看，哈哈，总共有三层，那是第三层哎、欸。哦，整只都黏的、啊。整只对啊，这个面板还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，喷到水有没有？擦掉，它变色。哇，你不能注意啊！哇，刚现在下大雨嘛，喷到水它会这样，很奇怪哈。对，这个要拆仪表。看起来是啊，因为被卡住啊。有没有这个？它被压住了，不能硬拔，硬拔会断。扣住，对，对吧？这个被扣住。等下那两个可以分开吗？黑色的，嗯，不行。它这种烧的，有没有？它本来是穿过去把它融化，有没有融化粘住了。它也不是锁螺丝的。包膜最早我们要包这一面起来就摸不到了。好，只剩那个门板而已。没有，是不是比较快？好快！先拆这样一个正方形，左右各一块的话，这样就两只就好了。好了，这个是最惨的，一体成型嘛。可是它有弧度啊。所以等一下拿吹风机。我先试啦，如果失败了再说了，好吧？下去喽。下去吧。刀子，失败了嘞，怎么办？怎么说？你这边破掉了，跑出来了，可以失败了，我可以再重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失败不可恐怖，
那恐怖的是什么？恐怖的是，我是一直失败。好，再一次。有气泡嘞，反正行行有气泡的嘛。一定会有的。欸，真正袂使诶，底好像要弄好嘞，不然一嚼嚼你看。上面的东西要不会啊，要把它清洗干净。啊，这样可以收多少工钱？这个、喔、还没钱可以收诶。再这样要撕掉了。没有啊，就是类似用拼接的吗？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没有重叠哦、喔，线不连接、啊，线不连接哦、喔，所以不能买法式魂的。我觉得表面要先清啊。对了对了，我们先清，把漆刮掉就好，也不用贴了。它那个漆是算透明的吧？对啊，这都会的，这只要这种的一定都会黏黏的。还有什么车会这样？已经越来越少了嘞，可是这个竟然还有。干净，啊，就素颜的，我看看，哎、欸。我把它弄亮，这样不是很好了吗？上面还有一些胶啊，但是已经比刚好很多。至少现在用去渍油擦，它不会有毛屑了。毛屑粘在上面，所以我们刚贴那个多小时就是白贴。先不管了、哦，直接踩好了，直接上去了吧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觉得洗完比较好粘，还是刚比较好？好像比较好哎，这里就是有几个转角处的卡巴用的，你这里啊，呀，加卡巴用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就是要需要我们的热风枪。只能这么远看哦，刚就讲过了，越远越好。你要修的地方大概就只有转角。对啊，那个把它修漂亮点。哦，好，不错。哦，欸，好难哦，好难哦，没有想象中简单的。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花艺金库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先把门板装起来，那锁螺丝超多的、欸、超多颗的，六颗、欸、一条这个就六个。因为这里真的没办法一次 收到底、啊、好像天气热晒好像有点好像天气热又 Q 多起来，表示我拉的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好热、喔，不会啦，可以啦，不要那个就好了。老哥，不要晒太阳，不要要求。你是不是我不在之后偷偷把我弄坏再掉？没有，好吗？不行，我来啊！我们现在挑战这个是最不好用的三个辣条。我们决定了，就是这一个贴往这边贴。可以延伸过来，就是这一段过来，以上我们就可以再接第二段啊，接在这个比较细的部分就好了。越短越看不到嘛，可以过来就过来，不能过来就看哪里就这样了。那我要割喽，割吧。其实你看这里就有张力了，你看对不对？其实转不太过去了，你看。这个脚你看压不下去了、嗯。这种情形就是你要靠热风枪去吹热，去转角嘛，对不对？去拉拉拉拉拉拉拉。其实这里都很好用，因为它收进去，这个就过了这个就好了，过这个平面就好了。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收进去就好了。难道就是这个转角跟这个啦，这个等一下要把它收漂亮，那样那样。有一点感觉。有点感觉。有够水了吧？从上面看是不错，还是不错了啊！我再想办法接一样，反正我们就接，尽量接狠的应该就可以了。
先把它塞进去好了。哟，看得到嘞，要修一下嘞。落出来啊！那个修卡碎耶。这边不能那么丑啊。没有了，还有了，它还有。还有吗？靠这块啊！你要卡上去看看。好了，完成。好了，差不多了吧？这边有一点破绽，从外面看的话，一点点啊，没办法，因为收这边看得到，这边看比较看不清楚，破绽来了，哇！睡，你觉得怎样？我觉得太阳晒一晒有点风险。车要我放在没有太阳的地方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弄好了，金能沙洗细条啊，这样没冷缸哎。我一开始以为很简单，很简单就是拆下来弄一弄就好了，结果也是蛮简单的啦。可是就是很多螺丝，这支手金能沙洗过啦，拿来老师，它的剑很细又不好拿，一个人在施工真的比较不好做。我记得像这个，如果把它烘热，有没有一个人拿着要这样压下去，再收可能会比较快。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两三个助手在帮我们帮忙嘛，要练习一下把贴起来。我只能说，还可以而已啦，差强人意啦。因为跟我想象的真的有落差，我想说哦，贴起来应该会跟新的一样。结果你看，我们自己在贴才知道说转角处收折的地方。它很小，又有那个，尤其在这个收角度的时候，它这个角度又两侧都看得到，贴这个吼比那个车的外表还难贴，因为车的外表没有收这样的，一般都到车门就收进去了，收进去而已。哇，像这一个这个角落就没那么好收啊，像这一个哦，这一个像三个拉条这类啊，其他我们要用两个方式去贴，好，这一个我们贴的中间有裁了一刀，我们用两个下去拼接的，这样接两个。对啊，好左右。其实我怕之后太阳晒到会跑出来。还有一个最省钱的方式，就是把它拔下来除胶，上面黏黏的把它除掉，那是最省钱的。那它底也是一样的颜色。对，颜色除好。好，但是说你要除完，你觉得不够优，你要自己再上漆也是 OK 的，或者是说直接去淘宝买那个贴件把它贴起来。我刚好看了一下虾皮，我去找一下，其实不贵啦，都几百块而已。反正我们现在有教到人家怎么拆也好啦，如果你自己要拆下来要自己用也可以，比如说像这个还蛮简单的，一拆就下来了。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应该会越来越漂亮的，因为我们都很少在贴啦，很少在贴这个，所以贴起来有点生手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贴的也不错吧。好像你贴的。对，我贴的。对，我贴的。刚我们有用到这个，所以之前有人去贴这个啊，嫌贵啊，或显得没有那么漂亮啊，其实自己做的才知道说不简单啊。当然是说人家收你贵哦，贵的原因人家收得很漂亮，但我觉得贵一点我觉得合理，料比较好。对，我们这个料这么大一卷才400块而已，400块的纸我们就用比较粗的工，所以做起来没那么漂亮。你有时候又赶人家做要快又要漂亮又要便宜是不可能的，漂亮一定是贵的哦，这个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，漂亮都是贵的，所以这个也刚好分享给大家看啊，最少也可以学会自己拆，为了省钱你可以把自己拔下来洗一洗，那是最省钱的。好，记得帮我分享开启小铃铛哦，本来以为很简单结果搞了两天。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是，你觉得这样品质，品质怎么样？可以啦，对啊，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嘛，能帮我贴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你真的觉得这样？这个这样？我可以接受啦。我可以接受啊，对啊，因为毕竟第一次贴嘛，
对对，第一次贴这样不错了。对，这样你会选择怎么弄？可能会选择烤漆吧。对，因为像网络上看到有卖那种直接贴的啊，我是想说贴上去它会变比较厚，那我不想要让它变比较厚，所以我在想说试看看用贴膜的。对，嗯，那之后可能用烤漆。烂掉了。对，就是烂掉的话就拆下来烤漆算了。对啊，不错了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辛苦了，搞了两天。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